好久不见防弹少年团团聚了，正在军营中服役的大哥俊终于迎来第一次休假。成员 Suga 26日晚上在限动分享成员们团聚合照，俊营放假马上就和弟弟们久违低调见面，让阿米们又惊又喜。阿蛋怎么不见 V 和 Jimmy？ Suga 有在照片底下解释啦，原来两人十分钟前先离开了，七人真的有团聚啦。但还是有阿米想看到七人同框，只好自己 P 图。在三月初时，俊才在 IG 分享了与 J-Hope、Jimmy 的合照，并喊话弟弟们赶快来。而下一位即将入伍的成员就是 J-Hope， 他也曾在直播中透露入伍日期已经确定，但目前尚未公开，并表示已经提前录好许多内容，之后会陆续公开，以免阿米在军白期感到孤单。